你開學未啊？我9月4日開學，好快噶咯喎！冇錯，應該係星期一嚟。緊唔緊張啊？好去做咗戲劇有少少，但係我亦都有啲期待。但係我希望我嘅大學生涯可以平平安安咁樣度過。咁之前係咪啲痛係全身㗎？係，所以我都好緊張。因為我比較慢熱，所以我需要認識每一位朋友都需要一段時間，所以希望自己可以突破到以前的自己。會唔會畢咗業先熟㗎？有可能，因為其實我例如我中學的同學都好，其實我都不是全部同學認識曬，所以我想大學都會是同樣的狀況。不過希望自己盡量可以突破到自己以前認識朋友的一個速度。見過未嘅同學？我去攞學生證的時候應該見過少少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跟我讀同一個科目。你個科應該冇乜男仔喎。應該都不會，我覺得應該都會有男仔去讀嘅，因為這個科目其實兩者都會有他們自己的不同諗法，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會喜歡這一科。